油热下豆腐煎至两面金黄。油热下豆腐煎至两面金黄。再用底油将鹌鹑蛋煎至虎皮状。再用底油把鹌鹑蛋煎至虎皮状。五花肉炒出油脂，下蒜头、小米辣，炒出香味。五花肉炒出油脂，下蒜片、小米辣，炒出香味。放入白玉菇、香菇、木耳、火腿。放入白玉菇、香菇、木耳、火腿。腐竹、白菜、煎好的豆腐、鹌鹑蛋、虾仁。腐竹、白菜、煎好的豆腐、鹌鹑蛋、小虾米。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勺蚝油，盐、鸡精，适量清水，扣上盖焖煮五分钟。一勺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、清水，扣盖焖煮五分钟。撒上葱花即可开吃。这样做的农家一锅焖，荤素搭配，简单美味又下饭。喜欢的赶紧收藏试试吧。撒上葱花即可开吃，像他这样做的一锅焖，荤素搭配，鲜美嫩滑，一道菜解决一顿饭。最后连汤都要喝光光。